有专辑吗？第六张解完了。开心玩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在讲角色，他不是中很大吗？你可以尽量抽。那卡关的玩家可以跟我一样，把嘛那我胜。我真的已经忘记练灯了。我最近把角色都抽一抽，那新的标题，广目天王吧，应该是广目天王。哎，广目天。咱们再练一下本尊。那其实你们可以就是看要练谁啊。觉得帅的，我觉得，哎呦，我就觉得帅，这很像银咒哎。哎，怎么他没有装备啊？哇啊兹！所以他其实可以看想要练谁就练谁，对不对？所见的杀星。